再低的声音都涨停。他们歌星只唱了三，都开了两三次房。我们现在唱到五六七一到嗨心，这与声音大小、声音高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在于方法正确不正确，气息对不对，发音点对不对。你走错了，明明可以用脚踢的足球拿手去投，又犯规又累。足球是拿脚踢的，篮球是拿手踢的，拿手打的哈。来，往下走，下来是巴米尔的高音，秋色。
用美声练声。Thank you.